毛水啊已经退去，咱们出发赶海吧。这刚下来啊，就发现了一枚海螺壳，还有螺旋纹的，哟，还有肉呢，那就带回去吧。这条毛鬼鱼搁浅了，好像已经不行了。看看它的脸啊，名字虽然吓人，样子还是很可爱的。这个家伙正在卧沙，给它抠出来啊。嘿，哦，你看它舌头大文革，这个海螺伪装的还是挺好的，是不是空壳？哟，有肉啊，收了，带走。这只小八哥被这个毛蛤蜊给夹住了，看看能出来吧。哎呦，哟，行啊，出来了，可以。派大星啊，又来找我玩了啊，走，带你玩去。又发现这猫眼螺，来看看它的肉啊，像不像个海绵宝宝？嘿嘿，给它搓一搓，这沙子太多了，牙齿。哎呦我去，这什么鱼啊？抓到了，嘿，不太老实，这黑不溜秋的，有点丑啊。啊，算了吧，快走吧。这是躺在石头上晒太阳的吧？晒晕了吧？嘿嘿，看什么鱼？哇，是鳝鱼！我的天哪，我去。